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苹果，今天的大树幼儿园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哇，好大的萝卜呀！就你了，再来，嘿。你好啊，光头强。哎呦！萝卜头，萝卜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光头强，你拿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呀，这是我爸爸给我做的苹果酱。可是还没有到吃苹果的季节呀，苹果都是绿色的，还没成熟呢。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我爸爸从山那边摘的，你看看。我爸说这种苹果成熟的早，不太好找。哇，真棒！那是当然。来，萝卜头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光头强。啊，好甜呀，太好吃了。那还用说？谢谢你，光头强，我也要去找这种苹果做果酱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萝卜头，再见。到了吗？哎呦，苹果，啊，好酸呐，都没熟呢。看看附近有没有熟的。没熟，没熟，哎，还是没熟。都没熟。光头强说的那棵苹果树到底在哪儿呢？找不到，我还怎么做果酱啊？红苹果。这就是光头强说的那棵苹果树吧？只要三个苹果就可以做苹果酱了。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你拿的是什么呀？本王子回家了再给你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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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萝卜头，吉吉，毛毛，萝卜头，你拿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呀。这还用问？里面一定是萝卜。对呀，肯定是萝卜。哪有本王子手里面的东西好呀？现在就给你们看看。好呀好呀。噔噔，哇，是苹果。森林里只有这一个成熟的苹果，就被本王子给摘到了。哇，吉吉王子真厉害。吉吉，我觉得这个苹果的颜色好奇怪呀。这个苹果是不是坏掉了？不可能，本王子的苹果怎么会是坏的呢？不可能是坏的。不信，本王子就吃给你看。吃吃吃！
萝卜头，你怎么知道是坏的呀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是因为苹果的颜色应该是这样的。哇！萝卜头，你这个苹果真不错，可不可以送我们一个呀？送我们一个吧，萝卜头。做果酱的话，两个苹果应该够了。嗯，琪琪，给你一个。哎，哇，毛毛你看，看起来好好吃呀。琪琪，毛毛，我先回家做果酱了。谢谢你，萝卜头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再见。萝卜头，再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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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谁在哭啊？凯特，凯特，萝卜头，凯特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大鸭梨，掉进小溪了，水果派也做不了了。你别伤心了，凯特。凯特，你看，苹果，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嗯嗯。哇，好漂亮的苹果！可是，萝卜头，你从哪儿摘的苹果呀？这个苹果啊，是我从那边的森林里摘的，准备拿它来做苹果酱。苹果酱？可是你只剩下一个苹果了，都不够用，我还是不要了。嘿嘿，没关系的，我少做一点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嗯，谢谢你，萝卜头。不客气，凯特，你赶快回家做水果派吧。再见。再见。熊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熊二，哎，小心啊，熊二！好险呀！熊二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还是够不着你。这儿的苹果还没熟呢，你摘它们干嘛？熊大生病了，啊，俺想给他送点水果吃，可是只找到了青苹果。熊大病了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对了，光头强告诉我，那边有棵树上的苹果全部都熟了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太好了，这下熊大就有苹果吃了，耶！俺们现在就去吧。好呀。好多果树呀，是这棵吗？不是，这些都还没熟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熊二，快过来，你看，就在这里。光头强说的就是这棵苹果树。啊，咋没看到红苹果呢？我们一块找找看吧。好呀。红苹果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萝卜头，是这棵树吗？咋一个都没有啊？是啊，早上我就是在这里找到的呀，怎么没有了呢？不对呀，难道是别人摘走了？萝卜头，这边也有苹果树。你看，这树上有好多大苹果。这些都是青的。没事，俺尝尝，说不定也甜呢。你还好吧？好酸呀！看来是找不到了，俺还是先回家吧。熊二，熊二比我更需要这个苹果，那果酱就下次再做吧。熊二，等等，熊二，咋了？给你。红苹果，萝卜头，你啥时候找到的？我早上找到的，准备带回去做苹果酱。那俺不能要。没关系，熊二，我下次再做就好了。
而且我也希望熊大能早点好起来。好吧，谢谢你，萝卜头儿。那俺先带着苹果回家了。嗯，再见。哎，虽然没做成苹果酱，但是能帮助大家，挺好的。走喽，挖萝卜去喽。哎呦，好大的萝卜呀！萝卜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带的什么呀？俺带了蜂蜜，我带了苹果派，还有七彩香蕉。啊，好多好吃的东西啊！嗯，真香。谢谢你们把好吃的分享给我。这还得谢谢你把苹果给我们。是啊。俺有一个想法，俺们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午餐不如就在这里一起吃吧。好呀好呀。这个谢谢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学会帮助他人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哦。小朋友们再见。新奇更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。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太多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。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小虎宝宝，美丽的一天又来到了，幼儿园里真热闹。小虎妞去哪儿了？小虎妞，虎妞，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孩子们，今天啊，老师给你们画一只小刺猬。怎么画呢？先画一条弯弯的线，上面长满刺，眼睛眨呀眨，
慢慢向前爬。大黑熊老师，麻烦您出来一下。嗯，孩子们，你们先自习，老师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冬樱老师，怎么了？你学会了吗？妈妈，我说昨天的香蕉可真好吃呀。饿王子现在又开始馋了。我画好多种萝卜呢。你画好了吗？光头强，嗯，你看熊二。熊二，别吵醒他，我们要这个。大概有这么高，一个小虎妞，你有看到吗？没看见，要不我帮你去找一找吧。哎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姐姐，我们还是别玩了，回去画画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回去画画喽。嗯，我的笔呢？我的笔呢？毛毛，哎，吉吉王子，用我的笔吧。嗯，我的笔也不见了。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谁拿了我的笔啊？该不会是飞走了吧？吉吉，咋了？我们的笔都不见了，都不见了，怎么办？不能画画了。那咱们再找找吧。好吵呀。俺的笔呢？咋不见呢？咋了，熊二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又拿俺的笔了？本王子才没拿，是不是被妖怪拿走了呀？妖怪？光头强，你别吓唬我们，怎么可能会有妖怪嘛？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妈妈，你信吗？我也不信。有妖怪！熊二，你又咋了？桌子后面有妖怪。俺的尾巴差点被咬掉了，快看，有东西在动，咱们去看看吧。俺去。好，妖怪哪里跑？你们快过来，不是妖怪，是一只小老虎。他是谁呀？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是新来的吧？好可爱呀！他真的好可爱呀！你让本王自己瞧瞧，他还是个小宝宝呢。你们看，他的脚好小。可算是找到你了，你呀，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。老师，他是谁呀？他呀，叫小虎妞，他的爸爸妈妈出门办事去了。说我们幼儿园得照顾一天。同学们，你们有谁愿意照顾虎妞啊？猫头鹰老师，俺愿意，俺愿意。好，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虎妞，这是俺珍藏的蜂蜜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虎妞不可以浪费，要一口一口吃。噔噔，森林护卫队正式成立。虎妞，你现在是队长呢。只要打败怪兽，俺们就是森林里的大英雄。来。出发。他们冲过来了。别啊，快跑。冲啊。熊大还没喊开始呢。孩子们，我们一起来打扫卫生吧。好。那边还有。终于扫完了。洗洗手去吃苹果喽。啊。
明明打扫好了的呀。熊二，你有没有看见本王子的菠萝背包呀？熊二，你怎么了？虎妞把俺打扫好的叶子弄乱了。嗯？虎妞，快把菠萝背包还给我！哼！你看，你把本王子的菠萝小背包弄得黏糊糊的，怎么办？啊！出什么事了？虎妞怎么哭了？琪琪，你咋把虎妞弄哭了呢？我没有。大家快想想办法吧，别让他哭了。王子，要不就把菠萝小背包给他玩吧。吉吉，快点，还等啥呀？虎妞，拿着。午休时间，小朋友们都在乖乖的睡觉。妈妈，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虎妞她咋哭了呢？虎妞，别哭别哭，她是想妈妈了吧？俺也想妈妈了。那咋办呀？咱们给他唱个摇篮曲吧，听了肯定能睡着。摇篮曲咋唱来着？这个俺会唱。小虎妞，俺来给你唱歌了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，摇来摇你，快快安睡，睡吧睡吧，被里多温暖。虎妞，跟哥哥们说再见吧。虎妞，你明天是不是真的不来了？你来吧，俺明天给你带好吃的。我也是，我明天给你带好多玩具。虎妞，本王子的菠萝背包也给你玩，好吗？孩子们别难过，等虎妞再长大一点点，就可以和你们一起来上幼儿园啦。真的？太好了！虎妞，欢迎你来俺们的幼儿园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弟弟妹妹吗？你们是咋照顾他们的呀？赶快跟俺们分享一下吧。小朋友们再见。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
小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感去赞叹。哦，绿地上有你诱惑，太多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。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神奇的话语，今天的天气可真好，我们去看看森林里的小朋友都在干什么吧。吊勺针，吊勺针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脚快点快点抓住它，别跑啊，追不到追不到。凯特，你今天咋穿得这么奇怪呀？这个叫头盔，这个叫护肘，这个叫护膝。这些东西啊，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保护我们。哦，那这个奇怪的小板车又是啥东西呢？嗯，这个呀，这是滑板。滑板？滑板是干啥的呀？我来表演给你们看。等我表演完了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快点开始吧。好。哇！凯特，凯特好厉害呀！哎，凯特小心！啊！要像凯特一样厉害，像长了翅膀一样。凯特飞过去了，飞过去了。凯特，凯特，滑板看起来好好玩呀，你来教俺们玩滑板吧。俺也想学，凯特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好啊，耶！凯特答应俺们练。不过你们可别忘了戴上头盔、护肘，还有护膝。这样才安全。好，大家来跟我做，身体前倾，膝盖弯曲，然后手臂要伸直，保持好平衡，慢慢的往前滑。大家都来试试吧。看我光头强的厉害。怎么样？拜拜！啊！快点来呀，光头强！熊二，快过来！
好难呀。凯特啊，咱可以来一场滑板赛。好，我也来。熊二呢？熊二，熊大，熊二，你在干啥呢？害怕。那扶着你滑吧。好，膝盖弯曲，身体前倾，保持身体前倾，注意胳膊伸直，保持平衡，很好，保持住，做得很好。熊二，你试试自己滑吧。熊二，熊大，熊二，熊二，你还没学会呀？滑板太难了，你看俺摔的。我们来给你做示范吧。对，咱们给熊二做示范。嗯，身体前倾，膝盖弯曲，手臂伸直，然后这样慢慢的往前滑，慢慢的往前滑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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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熊二，再来。别哭了。熊二，哭成了大花脸，多难看呀！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你要是再哭的话，我可就不告诉你了。啥秘密呀？其实呀，我以前和你一样不敢玩滑板，然后我爸爸告诉了我一句神奇的话语，只要在玩滑板的时候念这句话，它就能给我带来勇气。真的有这样的话语吗？对呀。凯特，那你能不能把这句话语告诉俺呀？这句话语就是菠萝菠萝哇啦啦。菠萝菠萝哇啦啦。耶，俺记住了。谢谢你，凯特。菠萝菠萝哇啦啦，菠萝菠萝哇啦啦。不怕不怕，神奇的话语会带给俺勇气。菠萝菠萝哇啦啦，菠萝菠萝哇啦啦。菠萝哇啦啦，菠萝菠萝哇啦啦，菠萝菠萝哇啦啦，真的真的，菠萝菠萝哇啦啦，菠萝菠萝哇啦啦，太好了，熊二也学会了。要不我们明天举行一场滑板比赛吧？到时候我请爸爸来当裁判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，好啊。熊二，该回家了。俺再练会儿。熊大，快点快点，该去参加滑板比赛了。来了来了。有了这句神奇的话语，俺今天肯定能拿冠军。完了完了，熊二，你咋还不走啊？俺把那句话语给忘了，俺只记得它是波啥啦啦。熊大，你快帮俺想想吧，要不然俺又不会玩滑板了。熊二别急，俺来帮你想想。波啥？是不是波浪？波种？难道是萝卜？对对对，就是萝卜。太棒了，再帮俺想想后面是啥啦啦来着。啦啦是不是呼啦啦？呼啦啦。俺想起来了，啊，是哗啦啦。萝卜萝卜哗啦啦，
学干，俺们快走吧。嗯。萝卜萝卜，哗啦啦！耶！预备，各就各位。萝卜萝卜哗啦啦，什么？开始。熊二，快从追上来了。萝卜萝卜哗啦啦，熊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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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熊二，你刚才把那句话念错了。那句话念错了，念错了，俺咋还会玩滑板呢？这个，孩子们，怎么了？爸爸，我把神奇的话语告诉了熊二，可为什么他念错了，却还是会玩滑板呢？对呀，这是咋回事呀？哦，这样啊。其实熊二的那句话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对，记住，只要能带来勇气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话语，都有神奇的力量。俺明白了，说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俺们要有勇气，要勇敢。嗯，熊二，以后我们要变得更勇敢。好。哇，你们好快呀！因为俺们有勇气。小朋友们，其实说闪亮的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你们遇到困难时，一定要勇敢地去面对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太多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在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